我们冲上去，不能够，太监。为什么我们冲上去？你不是说你对皇军很忠心吗？ 太监的命比我值钱。五阿队长，我上有老下有小。 我可不能去啊！别给你担着。队长，我要是死了，我那孩子咋办呢？放心吧，兄弟，安心上路。不是，夫人，顺子。哎，大兄弟，有你上辈子积的阴德，土地爷会保佑你的。 顺子兄弟，留点神，慢着点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土地爷呀，保佑我吧！兄弟，别念叨了，千万别让我踩到地雷了。注意点，下面棍子下面没地雷，地雷在棍子旁边。放稳脚，放平心，顺着棍子往前走。 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士兵们，在今天，我们要挑选出最勇猛、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士兵，用你们的生命为天皇陛下大东亚共荣，杀出一条血道，也给这些胆小的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榜样。 你冲过去，嘿，太监，请。等一下。
小心点儿，大家记清楚他走过的地方。 我就说过嘛，空城计，他们没有那么多地雷。来，痛快，这回看鬼才敢不敢前进了。 王嫂，你很聪明嘛？大日本皇军会奖赏你的。这帮可恶的中国人，跟我玩虚实之道、孙子兵法，以为我就不知道吗？有雷的地方少，没雷的地方多，这羊群一趟过去，什么雷都没了。王嫂，我看可以了，出发。 太君，我看还不行，等会儿吧。第一小队，迅速出击。老王。 这回鬼子可失算了，他们没想到咱们这手拉的也没。注意隐蔽，不要让鬼子发现。听我口令。 没事，羊有事儿。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哦，可能是阎王爷喜欢人，不喜欢羊。你是个笨蛋，笨蛋！你这个办法没用，还浪费我们那么多时间。我说过不行的嘛，太君，是你，太不珍惜太君们的生命了，贸然出击，天皇陛下知道了，会很心痛的。你。 我还有办法，还有办法。以暴制暴，以毒攻毒，用手榴弹炸出一条路。你是猪脑子吗？这么长的路，我们哪有那么多手榴弹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把村子里所有的中国人抓起来，用他们的身体，唐雷。 太君，万万使不得呀！万万使不得呀！太君，我们可以要他们的羊，不能要他们的命啊！对了，你刚才开枪杀人了，他们早就吓跑了，村子里没人了。执行命令。太君，撤退吧！混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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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你别报。 立刻撤兵，与中佐会合。
撤退！敌方到！